啊？嗯，解除陷阱，这个是什么？地下城的那种吧？我不拿。毒药棉，拿去买。不用不用。哎、欸，对耶，刚不是有藏宝图？哦，对耶，等一下出去开啊。皇家宝箱，希望这个是一些消耗品。希望是我的装备比较赚。我的装备还不够。哇，五本书哎，我操，珍贵的珍贵，这个只有卖了。这不就是被我们丢掉的那个吗？对，对，我通过了。那我收起来卖，拿去卖，拿去卖。弹药，我不要，我不要，拿去卖。然后有简易室，什么都简易室呢。这不是很好用哎、欸，有更好的。卖了，卖了。暗影区，好希望有一个更强的鞋子。好了，那我们可以去右边那座岛。哎、欸，要上上船。我会，我会。上个油，等我一下。对呀，要最油，强风感。我们现在还来得及，比如说练等之类的吗？还是我们再打个两到三场，可以适应。先进去那个洞吗？我在看左边。在想，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些地方练功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练的？右上角吗？就温德罗的怪啊。温德罗也是可以啊。的怪应该都也是可以回去打、啊。因为我们距离那个距离下一个混沌蓝还有几天。那我们要回去温直接打他那个。泽埃尔应该要靠飞行船过去，所以我们洞打完应该还是要回温德尔。泽哦，对对对对对，我先开一下我的藏宝图，先开一下。哎、欸，我现在不能开，不是我的回合。开。那些布莱恩鸟，感谢，就先去打右边那个洞啊，打一打再说。完全不知道宝箱在哪里，你开了吧，对不对？还没，还没，因为不是我的回合。要打吗？打洞啊，还是叫一些东西啊？海洞吗？要啊。打一定打，这个没有不打的理由吧？哦，见面三秒即米米克，干你，好烦！哦、哎我操，你直接被咬破哎、欸！没关系，下面还有一个血之圣所，太强了吧！圣所天王38，刚刚好就是，对呀。又是烂匕首，那、啊、好烂，血匕首，收起来卖，你去卖吧。没有生命的莲花，整个都脱离死亡了，不会即死的意思是不是？对，可是要上你会被上一个诅咒。我他妈，我上次用了那个，然后被上了缓速诅咒，妈的，从头到尾没有防止我即死，然后我一下都没打到。哎呦，有盗贼。嗯、白痴刀子，怪龙灯脚底，哇！独臂上身，哒哒哒哒，你还得干，太嗨了！你怎么不先打中间这个、啊？因为我打不死啊。嗯。太完美了，真的。这边多少？哎，还是93%。他的躲避上升到底有没有上升？嗯，应该是没有。卖，卖。哎，我发现我还是智障，怎么办？对啊，你没差，你又不用智障。有点有招式判定要看纸上的。这句话让我有点难过。你要不要补血？等一下。
Legia。对啊。免疫。真的耶，我发现你血最多，可是怪几乎都不打你。对啊，他们 AI 好高啊。除非我要一直开嘲讽。我发你呗。那我觉得你第一回合开个嘲讽可能还好一点，这个我要。好啊，不然怪都不打你，我们好伤。的伤伤的，我们还有多少草？五个，不多不少。怎么都是这些消耗品？那个你要吗？卖掉。这个也卖。卖。这边的应该都是卖的，没什么好那个。这个时期没什么好东西。我觉得可能要想办法升到11吧。可以吧？他说现在商店的，现在城镇的商店重置。有可能。不会啊。不知道。主线、哦。主线过了可能会重置吧。吧。是吗？就我们回第一个城看，没有的话把这个人变掉。哎、欸，等一下，右边，右边有你布尔格左上角有一个雀，那个是什么？雷吉，你看得到吗？这个是观众的、啊、观众的那个检定，是真的，谁不打开哦？失败，打叉叉，然后就拜拜，噔噔噔噔。有报价吗？嗯，好了，算了，不要再播东西了，我再抱你哦。大斧，玻璃剑，玻璃剑超靠边。早知道不选黑曜石工了，看他伤害加40，我就射。是该我吗、欸？是你啊，是你、啊，上传、嗯，上传拉一趴拉 party。嗯，你有看到右的？嗯，你有看到右上角那边有个血吗？那是干嘛的？黑警，几等有需要打吗？对吗？你说哪边？应该就是那个黑警。没有，黑警打过了、啊。哦、oh, ，那我们就那现在打一个勾勾就是打。那也不要我去配，就配德罗了，因为我们终归还是要上飞行船。佩德罗，温德罗。哦，温德罗，我这边看不到，我拉不过去。哇 ，Go go， 下面还有一个血啦，漩涡哎。No， 怎么办？完蛋了！爆了就再买一只就好啦，走啦。船只受损。哎呦，加死的，还好便宜啊，便宜无所谓。下面还有个洞，你要打吗？赚点钱。哪里？我们往下走好不好？被我挡住了。好，在蛇手的脸上。有没有看到这个洞？哎呦，强风啊！好，昨天 Master 通关，没问题啊。但是没有的话，一样啊。所以到我的回合了啊。我先开个藏宝图、喔。哎、欸，好赞哦、喔！就在左边而已，有看到吗？哎、欸，真的哎，帅哥！不管，我们先打海狮洞去好了。进喽！哎呦，见面三秒级秘密克，竟然不是哎、欸。懦夫的三叶草，谁呀、啊？这我不要。柳叶刀，有没有比较好啊？买。大古巨人不，巨人不，意思。突然想到 ，A 给还没拿圣所啊？对啊，这个打完就。所以我说你们往下走啊。好啊，好。不过
宝箱不就在左边吗？可是我们去左边拿宝箱，然后再开飞行船，应该会更快吧？比我们往下走。咦，好像也可以耶。对啊，迷失举魔打法师哦，看一下。九十三太亏了，减低不过。哎呦！太完美了，对不对？护甲哥。哦呦，干好危险！干！好鸡巴哟，这些小怪。看，刺死他！你直接飞到后面去！Bark！ 又是柳叶刀，买来卖，买来卖。嗯，这我们有3000多块钱，我卖到你接受。其实有3000多块钱，哎、嗯，将其震动，这好像不错哎。就是一个消耗品，我留着。给你拿，给你拿。就是个闪光弹。我忘记开嘲讽。哎呦！哦，我的钱。哦、哎，没事没事，被捅了。哎，友善刺死。哦，你的183块破碎镜，干你娘！我的镜子，吃它吃它，干不行，吃它吃它，打他，我在帮打，没差，他的回合数，他回合数很后面，打不到了。我晕了，哎、欸，我又会动了，是你。我好险，真的。哎、欸，那就直接放我身上了。好。给个加意识的、啊、意识，哦，意识，零意识，都是珍贵的珍珠，还有柳叶刀，哇，友谊戒指，走、哦，买，嗯，没什么用啊。那我们回去拿宝箱，然后开飞行船喽。嗯哼，宝箱在哪？左边，左边，左上角那个。温德罗右下角，飞船下面。克苏鲁的右上角那个黄黄的，就是我的宝箱。上船。干，飞不过去。没差啦，没差啦。哎、欸，我们上船，我们要上船。哎哎哎哎哎。哎。看起来，看起来，直接上去拿、啊。嗯，嗯，看他检定是什么？不用检定开吧？没有，直接收集的。哎呦，干！哇，干你鸟 ！X Team 1996，也可以遇到，真的，直接他妈开一个宝箱怪出来，是啊，对不起，可以啦，我们激活他就死了。开藏宝图，然后叫一个秘密客出来咬我们老二，真的太屌了！哎呦，嘎，还掉个烂屌东西，真的！哎哎哎哎哎，把笑死！战胜体质法，把笑死！你可以往那个飞船靠了。我上去拉你们哦。啊！哇，只能拉那个六台，拉不到吧？对啊，我先拉你，然后往下飞。
我没有起飞，忘了起飞啊！算了，妈的逼！靠雷给起飞了，雷给救我！等一下，还是可以去城镇里面看一下。他说，在打最后一个塔之前，有可能会重置啦。那个是最后一个塔了。他们说最后一个塔啦。我看最终关嘞，好快啊！来啊来啊，去问德罗。哪有好快？他妈的，我们打了十个小时哎、欸。很快了，十个小时哎、欸。十个小时是我游戏里面最短的其中一个了。去温德罗看一下，先去温德罗看一下。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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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也想要补给一下跟卖东西啊。我这里看没有哎、欸，没关系，下一个城再看一下，搞不好是别的城。好。把状态补一补。我去尿尿。啊，我好了。哎，对耶，忘了拜拜。拜拜不是在下面吗？你说等拿完东西，然后上飞船往下，是不是？嗯。这个游戏对弓箭手怎么这么不友善？门户好吧，只是你说而已吧。干，我觉得很不友善 ，Disney。哦，嘉年华门票是不是可以卖了？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嘉年华门票了。卖了，卖了，卖了。这我们这一 round 是。裸的原厂的，没有开那些乱七八糟任何东西，所以、哦、五光十色的鱼呢？五光十色鱼应该也可以卖吧？好像没什么用处。
烟斗。我喊了，喊雷吉。你们有需要钱吗？不用。嗯，先带他去圣所。好，那 Daggy 你这边弄完就去圣所吧。好哦。弗莱比的锁，换弗莱比的锁可能还更好一点。大姐姐，这要几个人玩呀？一个。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试着找出三个人，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两个也可以。三个恰恰好。送个信需要多少人呢？一个。我不如去圣所吧。哪里啊？往下，在沙漠地区，一直往下就对。下面左边有一个血之圣所，应该没人拜过吧？应该吧。下面左边，你说。就那个啊，我们刚刚拿弓的那个位置啊。啊，可以可以，还加二攻击伤害，等一下。好，可以。那、啊、我的圣所从头拿到尾，好屌、哦！对，你好强，因为你都没死过。Lucky， 你真的要多开几次那个嘲讽。好。都是我们在吃伤害，太鸟了！这个是什么？熔岩洞穴，打过了是不是？可以打吗？打过了吧？打过了，按上去它是禁止的。锁住的样子，可能要打到专用道具之类的。哎呦，刚刚好哎，降落。跟实况上显示文字的字体是哪种 CSS？ 你说字型是什么吗？你是想问这个吗？是字体吗？我们回前面城镇，他们说前面的城镇才会重，他们会重才会重置、啊。嗯哼，好 ，OK。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多刮一点草。真的只能一点哎，可能只能两百多，两百多块一个草，可能只能买十个。加减了。字体是 H 明兰。哎、欸，那我就。名片的名，兰花的兰。那有时候去织泥看一下吗？织泥也可以啦，反正就都看看吧。那我去织泥看一下，确认一下。你们等一下再拉我。好。我来开，哦，有草，有三个草，买，对，干厉害，鉴定成功，厉害，鉴定成功，甩成功了，对啦，小望远镜，哇，闪电剑呢？你有需要一个闪电剑啊？什么？怎么会有闪电剑？物理伤害，然后单手，哎，那任务版有重置吗？我看任务版应该没有吧？没有。可以看一下，没有。闪电剑是24物理伤害加4速度，电雷击跟自穿闪电球，可能没什么用。
看我的是什么，我的架武速度可能还是高一阶，我觉得还好。刺客学剑应该哦，我终于找到一个虽然是普通，可是比我这个还强的靴子了，买。好买，然后留钱买药就好。等一下，我接个诅咒，我现在不然我是智障。好，也是可以。然后我回一个那个点数。好了。黄金根要买吗？有两个黄金根可以买。谢谢大鸟儿，黄金根呢、啊？回主回专主的。我想，能炒比较好。那就不要了。啊，买好了，我们现在2500块。也收刮不到十个草吧，一根。现在你身上五个，现在你身上五个，你身上三个，加起来八个，我就凑个12个，再买四个或五个这样，然后剩下可以买别的草。我先传给 Lady， 那我先买一个黄金根好了。好啊，因为黄金根要320，其实蛮贵的。哦，真的哦，好了，那我就结束回合，你们拉我上去起飞往。往那个吧。要拉他哦。拉我。阿宋。有。哎，立刻都有。结魔的码头应该有的买吧。嗯。为什么打架？妈的妈的。强风。没有。妈的妈的。妈的！可是邪魔的码头是不是要搭船才可以上去啊？欸，是，算了，好像不行。卡泽里堡垒，一定一定要搭船。欧尔顿上面那几个应该都可以说刮草吧，超屌的。哦，去卡泽里堡垒好了。嘿，降落。应该是用新版 OBS 187吧，我用18.0，差不多。没有，这边就黄金根，那就，因为它没有高阶，它没有高阶物品，都是旧的垃圾。好，下一个，结束回合 ，KS 快到了，算了，就一层 KS 吧，也没办法。嗯，其实我们快升级进去打，像 Legi 快升级进去打。塔也蛮划算吧，反正升级不是会补血。对啊，我们也都快升级了。那就这样吧，那不要再打怪了，我们就收刮草就走。去佩里德。就去佩里德。你先把那个，都上飞机了吗？先拉我。你先拉卤蛋点，然后去发送，然后去佩里德。OBS 现在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去尤尼布尔格？有，我因为。也要去啊，都要去啊！我们从佩里德、欧尔顿、尤尼布尔格，全买啊，绕一圈。对啊，全买啊！确认一下，已经最后啦。你看这款游戏到这边最后了，差不多了。换你了，佩尔德，佩尔德，啊死，输了。不对啊，我进来我也没看到钱。有三根，给我钱。来，等我一下，给我700。好，没差，都给你，都是你的。黄金根要买吗？买一个好了。每个人身上要带一个吧。好。离开了。啊死 ！NTW 好正。啊对哈，忘了买女巫。女巫是什么？
就解诅咒啦、啊，你会有点恐怖哎、欸。如果降什么速度啊，降什么有点恐怖。嗯，下一个吧。还是我再回佩里德看。觉得呢？先回佩里德好了，因为搞不好没有，下一个没有，就去求。女巫的贝恩买两个，铁弓靠腰，原来这边有铁弓，妈的！那还是用 Chatty 软体来显示实况上的人是吗？嗯，有点听不懂。你是说我的实况画面上的字怎么来的吗？哦，沃尔顿有吗？就用插件哎，快没钱嘞，直接都买诅咒好了，也诅咒的。给我钱！哇，诅咒你！我才发现我们快没钱了，其实。对啊，所以买几个诅咒的。女巫啊，这里没有。哎、欸，这里也没有胡须，哎，都没有哎。那就没有了。那可能一个地图只有一个主神会有吧？可能吧。你们现在谁没有被女巫？我没有女巫。啊，都给你们一个，然后我就没有了。啊，我有女巫，我有女巫。啊，还我一个，还我一个，还我一个。哦哦，你是刚给我的，是不是？对对对，那个应该是我给你的。我先还你啦，我先还你啦。好好好，我不用了。木材烟雾去看一下啊。嗯。最后的收刮。干，好需要意识哦。希望再给我一次。干，这里的胡须比较便宜哦！操你妈的！给我钱，给我钱。Lucky Day 真是。女巫差几个？一个。差一个。一个。三十二六，可以可以。那我买两根胡须，一个女巫。好啊。欸，其实总觉得女巫好像不是这么需要。Lucky 本身是免疫的，我好像也可以免疫啊。也是哈，干你娘，差两块钱啊，卖东西。卖东西。买胡须，胡须。我看我有没有东西给你，看有没有垃圾给我，我卖个开锁器好了。干，好几个才卖一块钱，太废了。给你我的皇家刀。你的皇家刀不要了吗？我手上还一把，我两把。你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卖我的武器。我又不能拿两把刷子。我卖我的。我给你一件衣服。哦，哪一个神秘长袍，是不是？嗯。垃圾很重要，垃圾要干嘛？盗贼喜悦。盗贼喜悦只是陷阱的吧？等一下打地层可能会到。垃圾是解锁学问商店的。解锁学问商店是说拿垃圾去解锁学问商店。还是解锁商店之后才能拿来用垃圾，是吗？我不知道，先卖我大件就好，没有用。好了，差不多了。走吧。抢风。好了 ，Go Go Go， 可以去了吧？可以了吧，蛮 OK 的啦。左上方、欸。不过他那边要怎么降落啊？就直接走上去，我看就可以了。真假的？我猜的。这边还有一个圣所、欸，生命圣所，已被领取。谁领取？就是六探你领取的那个、欸。对啊，对啊，对啊。
很神奇。垃圾是学问商店其中一个武器还装备，然后你要解锁，它才不是垃圾。但在游戏中解锁会不会显示，我就不知道，对吗？所以我没有出去学问商店外面解锁的话，我就没有用嘛。所以现在是没用的嘛。进得去吗？怎么？往上走一格啊，不行吗？嗯、欸，可以吧？你是不见了。要走了吧？走啊，我们都准备了。走啦，走啦。打了，打了。好可怕、啊！在操场吧？管他得，我们超强得。第一只动的是谁？右边这个。先打那个，干，他会吸专注诶，混沌勇士我记得。那怎么办？我要先打。要晕，赌赌看晕吗？晕哦，中间不会晕。只有中间不会晕而已。我可以啊。哇，开晕。好，晕两只。超后。啊，干你娘！抱歉。没差没差。忘记了。哇！直接震动！哇！一直看，直接被吸，专注直接被吸、欸，吸一个啦，给他吸了。Nicky， 你要多用一点专注了，不然你被敲太亏。勇士还不能动，没差。哎呦，你有用专注吗？没有，勇士要死了，我先捅死他。他吸我专注会怎样吗？浪费。会啊，浪费。他啦，我这个也还好。下一只动的是高尾兵。谁哟？我就先不上嘲讽，因为他会打人，所以我先把他打死哦。好，只剩一只就没差了吧？激活就 OK 了。没差，我觉得。太完美了，真的。大爷晕眩无效、啊，直接插。可以。他也不是晕眩无效，他的护甲太高了，我打不到他。对啊，是卫兵呢，要走进去，直接升级，好亏，好亏。哇，不行，减五速度太废。玩家靴子，又是你。我的聊天站是 OBS Chat 吗？看，我真的忘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几层。我是 Night Dev 的，应该是 Night Bot 的那个。我来尝试看看我的黑曜石功。Night Bot 那个网站的东西，我不确定，其实我觉得我太。太久没有忘记了。我看网址了。对。哎，干，等一下。上楼了。我觉得不要。哎，就是。你那帽子要换掉吗？对啊，你的帽子可以换掉了。好，那我换那个免疫的。加意识的、啊、有没有？没有，我没有任何加意识的帽子，我就这个。我就是三小，我看这三小，干无感，哇！中间一起、我们好像三个都防冰冻哎，这么厉害！真的，我也防吗？这么厉害？那个啊 ，Leggy， 你身上有、好像是我装的，他们都防晕眩哎，我怎么硬吃他们？对，啊，先试插啦，我先开嘲讽，硬插中间嘛。硬插中间好了，干！九个是剪定还是三个叉叉？垃圾游戏！干你娘的，这样也查不到，是不是？垃圾游戏！完了，苦战，苦战，输了。先上自己反射，去去去去去！无感！哇，这个好爽！不过我被打到蛮痛的，还好啦。我操嘞！好险，我有破。我没有了，我只能吃他们了。
哎，等一下，我这个吃下去打痛啊，28，没办法一次，很痒。去，他们有没有中啊？有吧？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中？你嘲弄都跳出来了，我觉得会有。这他们都没有什么状态啊，背上什么状态？真的，我还直接开一个反射，好赚。啊，有感，有感，爽啊！有，他们都打你了，不错。感觉有意思。可以，反射一次已经不错了，主要是六探有嘲弄就很好了。对啊，看，漂亮。看我这样子能打二十。不过只有我有破防的话，是很麻烦。对啊，哇，换你反射，这个就有点亏了，还是翻盘赚的。不会啦，还是很好啊。換我要继续嘲弄啊！我不知道他们状态掉了没啊？我图示旁边有上升，就是有嘲弄到。你有一个抵抗跟护甲能力上升。哦。那我就继续，那我就打人了。好，你打人。哇，你那个上升很多哎、欸，超多哎、欸，你几乎不会死、欸。不会啊，他没了，掉了，没了，嘲讽没了。他还让我们的免疫无感，免疫很爽。上反射吗？要上反射吗？上你自己反射好了。对啊，我觉得你一直上你自己反射是安全的。对啊。好。然后我就不用干嘛，反正我就吃了。你该插旁边了。干，浪费我的反射。不会啊，还可以啊。我要把中间打死了，不然。啊，中间打死。所以啊。哎呦危险！哎呀，哦呦哦呦，哎呀，好爽哦！啊，刚刚大抠，谢谢你，啊、拍手，刚刚没看到，不去看一点，我不会跳，不会跳东西。粉色，我打，啊，哇，哇也可以，抱歉，哇，极限暴力攻击，你打死，注意哦。稳的，稳的，稳的。有几层啊，妈的！不知道，我还升级嘞，垃圾，真就是垃圾了，是垃圾。哎呦，哎，打黄金根也蛮好的啊。那个应该留着，那个好了。哎，不行。然后我通过了，我通过了，收起来。收起来，随便怎么。那这边等一下，我就换给那个。等一下是火免，要等一下是火，是不是？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个武弹，已经穿了全火了，对不对？对，我有火。那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那个震动。有吗？等一下，我身上没有火免疫哦。没有啊，武弹是对武火免啊。对，我们一定火免。哦、那火免打完，下一层换闪电护身符吧。看来是这样子，我猜应该是吧。没差，这样火免我就换过去。他战斗装不能换装，不能。好像不能。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一关是的那个几层。对啊，看不出来，好久。我把专注拿来投那个嘲讽好了，是火。好啊，几率比较高。再看下一关就要换成那个。我一声惨叫。哇！无感。哦哟，那下一关狂打你，真的，你看这游戏多垃圾，一度哭霸哎、欸，大魔王是震动啊，我有那个啊，我有一个防震动啊，队伍防震动，对，超猛的，都没有护甲、欸，怎么会这样 ？Michael Wu 1749，感谢，那如果大魔王可以的，大魔王是防震动，那下一层不就大魔王？没有啊。他们不说大魔王要防震动？那我要打吗？直接打吗？看你啊，我觉得你被打还是蛮痛的。我觉得打人呢、欸，那也可以啦，都可以啦。因为他们都放一些火焰什么的。这是什么？加攻击啊，加敏捷。不是哦，还蛮痛的呢，19。
还好。魔法嘛，我的抵抗还是没那么高，但是恶心很好，还不错，还不错。继续投关注，干，这样子也不行。有开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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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朵了。国中生开朵了2.0。你们都好强啊！可以可以可以，废。可以，你可以放专注。啊，好痛啊！不是专注，你可以放那个单体。好痛啊！要补，要补，要补。还可以，还可以。不需要补。你放补血好了。我雷吉刚刚有补血。啊，不要了，你打死他好了。现在是六弹。等那个团队整顿的时候。反正他一定会再打一下。嗯，团队整顿的时候啊，可以可以，这个都可以了，这个很赚，这个很赚。嘘嘘嘘嘘嘘嘘。那我看来就要换那个防壁防震动的，闪电震动。对，已经震动了，应该是提供插件语法，让小象。我没有调什么语法哎。会调什么语法？走喽。好。我记得 Night Dev 还是怎么干嘛？他们那种好像都有可以预览的，你自己测试吧。因为我也是自己试的。看我的样子超好笑的。我换黑曜石。或者是你用别的插件。别的插件有一些是可以制定好 CSS 之后，然后再。再贴到你的自己的那个 OBS 里面，你可以去找一下那个网站。我要开射啦！这是震动哎、欸，看起来我已经换。好漂亮！我最怕震动，干！不怕我。哪里干掉你？干我超猛！我就84%的几率，我一爆我就射精了。是攻啊！对 ，Scream 四九九九，他而且没得选，我除了射出这84%以外，没有任何可能性。干，快点，笑料就靠你射击了。哎，你看到没有？哦，太完美了！耶！哦，妈的！干我要死了！你还没打两下？你看我回避了48，中间我可以，我嘲讽吧，我应该是嘲讽吧，你嘲讽好了，我受不了了，我变智障了。我为什么要用专注？我都不知道，靠腰啊！我打不死哎、欸，好强，他们魔防很高。我来，啊，你看到没有？妈的，妈的！好笑，每次射击都是一场赌注。我砍中间刀、啊、那个要完美的就靠我了，反正我没射到，我攻也很爆，是就靠你了，就靠我了，我继续打哦。你打中间，打中间，或者是不然你上补弹一个反射吧，因为我觉得你打他们都不痛，他们18防，还是你有磨破防的？有、哦，有磨破防的，打中间的好了。是哟、哦，看你好强哦，你12一直躲哎，来了，阿里卡多哟。干没了，太惨了，笑死我了，没了，那边一拳超人了，没了，完蛋！来了，看我来揍死他！这是小抵抗啊，上抵抗，我上也用防，哇，他们更抵抗了，我操！你上，你。
你用魔破防先把那个小子打掉好了，这样我又可以多动，我可以砍他后退，然后你们两个打。好，看我了。王八，我怎么把他打死？要破防哦，用小的破防哦。所以啊，我的妈的！哟，我拿到武器了，是我的烂雕弓。是是是是是是我的烂雕弓，看。嘟。啊！我在他后面哦，你们只能打，我没办法，一直连续他，太强了，没有问题。阿里嘎多哟！直接，我看他免疫用劫，干早知道用火了，智障。刚用烧的，的，没关系啊，给他打一下，干。妈的妈！哎，他放抵抗，哎呦，聪明聪明，浪费，这个家伙聪明。好，我直接通杀，好通。所以啦，啊，下一关怎么办？啊，等一下就打完了，是吧？可是啊，你要换毛哦，记得。哦，冰剑，冰剑，可是你双之围砍不好，我觉得你身上现在比较强。对啊，比较强啊，有 CC 比较重要、啊。嗯，这个给六探，不错，这个给我。我跟 Lady 都诅咒免疫了，把黄金根吃掉，然后状态先把毛还给卤蛋吧。没有啊，他毛还在啊，没有毛在、啊。哎、欸，靠背，我忘了吃东西啊。啊，没完，还是要睡。加油！等一下应该还有了，等一下应该还有，应该有那个火把。哦，对哦，还是好，那我们等一下睡个火龙袋好了。好啊，反正也没事的。那我先吃个黄金根。哇，五个也好多。黄金根，黄金，还有什么可以先吃的、啊？等一下还可以吃啊，没关系啊。那我们等一下再吃啊！好，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先这样吧。准备就绪，直接走了哈。嗯，下一回合可以睡。Go， 还有啊，因为还有睡觉的时间啊。这里可以睡觉吧？看，你们的主要数值都100，就994，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给你个火丝，火丝可以干嘛？吊死。火丝同时加一个，加那个生命跟那个专注，这么火，好像是吧？我不知道，我已经我有点快睡着，太久了，快了，打完了，不要忘了，等下放血球，而且你们两个都拿到大屌武器，就只有我射两发就没了。那臭玻璃武器，我射两发就。啊，帐篷哎、欸，要帐篷了哦，那完了。嗯。嗯。哎呦，好了。哦。啊，我忘记吃吊丝，妈的。我有什么要吃？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吃，走吧。走吧，打完了。是哎、欸，别拿宝箱。先开宝箱，我开，拜托啊，最后了，给个面子啊！塔诺姆，火丝，火丝，哎，这要给谁？给你啊！好，我通过。啊？为什么是给我呢？回血啊！两个哎。哦哦。那六探你也拿一个。好。哎，我也有。干，真不给面子，妈的！哈哈哈哈。哎、欸，你吃火丝了？哎、欸，靠背、欸，这个我以为是增加最大值的啊！算了，反正我还有一个。啊，算了，不，啊，算了。哎、欸，不对，我没有了啊！算了，妈，垃圾游戏，气死！我，没关系，想睡觉算了。打完了。哇，379啊！我操！狂怒者加混沌猎狗，要先操翻狂怒者。我觉得狂怒者好像比较猛。他们还晕眩无效。好，那我对着狂怒者猛插。这么厉害！我操！还好我先干。我看一下。嘲讽那个
先放血球，我会增加你们的攻击力。好。嗯。太完美了，真的。反射，这个也被反射，好像有点亏。他中，等一下他中断呢，怎么办？而且我中毒了。他中断什么？他中断你的动作啊！你的回合数一直被往后推，你有注意到吗？我吗？对啊，你刚写的被中断。那要先打狗吗？那我先打狗好了。好啊。狗可以，狗会先打。包伤哦，其实真的，狗的防御力太差了。好贵哦，它。哇，没有专注，什么都没做，直接结束。真的，他妈的！他们都全体的，我嘲讽有用吗？我不知道哎、欸。先打死破防哦，打死这个要破防哦。太完美了，哇，可惜，虽然很痛的，就没关系，我来。那你先不要嘲讽好了，他好像真的都是全体。你看我中盾，好吧？对啊，对啊，他都是全体的。我明哇，你们两个也被中盾。干，干，不行，那个狗一定要先操。哇，好痛啊！哦，我的圣手破了。哇，没有专注了。哇，我看看，火石啊，火石还没有了。那我还是只能先刺死他。好啊，刺伤。救救我！我先……你嘲讽好了啦。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他们打全体，可是全体都是法术，他们单咬太痛了，你还是要先嘲讽一下。欸，可是你现在39也不好呢。对啊，你还是先砍狗好了。我要嘲，我还是要嘲讽啦。你可以先中断那个吗？中断那个老头，让我先医你们。好，我不一定可以嘲讽到，尝试吧，中断，哦，可以，有中断，对，先补，好痛啊！ありがとうよ，ありがとうよ。干你娘，也太痛了吧！抵抗被摧毁，真是。干我的抵抗归零哎！我操！好夸张啊！那没办法，我什么事都做不到，我怎么？你只能操狗啊！对啊，他都中哎，超强哎！真的，毕竟是尾王吧？那你要先砍狗，那我怎么办？你要中断狗吗？先砍狗吧。中断狗你也弄不掉啊！不对，那你那个嘲讽吧，你嘲讽打我吧。嗯，我也觉得你嘲讽掉，我不一定成功哎。有感谢。啊，再补，又多活了一下。啊，又狗活了一下。嘿，苟延残活，干烂游戏。放我反射，再补吧，要死哎。放你，对啊。不。我还没加防。我操！哇，76，我度，这是 Boy Tom 03，感谢。我插他哦，你用破防插他。嗯。好，可以，你应该用破防插死他吧？欸，没有，没有他咬你的。我没有破防。咬大家还好。免疫被中断，护甲被摧毁。免疫被中断了。看我护甲被摧毁了，我要死。你，欸，你，不会防御态势。是什么？加号五分的，可以，干超级中断啊！刺穿中断，哇操！还有刺穿中断啊！哇，雷给晕了，糟糕！天，怎么办？你插的是狗吗？啊，没有，你没有破防，我没有破防，我他太硬了，我一定打不穿。那还是得打。等一下，我看还是你自己先帮你自己补。哎，欸，不对，你也没破什么血。等一下，我有一个破碎的镜子，我用用看。哦，我可以开自己反射啊，因为他不能给其他人量。
好好好，你先控制自己。我模仿哎、欸，我先把狗切掉。好。嘘嘘嘘嘘嘘，这样安全很多。接下来你看能不能尽量中断它。好，我看一下我，哎，我有一个照明球哎，丢。干，抵抗喽！垃圾游戏，要震动抵抗。这是什么？我操！好痛哦！那个倒了，我中断它。嘘嘘嘘，它可以被中断，可是它速度超快。他速度还是比我快一点，没办法，嗯、差一点点。啊，误放降啊！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可以补血了。要补要补，我来给你两个中毒没问题哦。对啊。对啊。看，没关系啊，我刚用招式还是有权重，所以。哦。那你要一直补了，他现在这个太靠北了。对啊。你大概就负责补血。不过我们血都蛮少的，所以还好。对，尤太，你看要不要再中断他一次？可是我中断他，我觉得不划算的，因为我会比他慢。那你就硬砍好了。你要不要？他砍了，然后你可以咬龙咬莲花、啊。嗯。咬什么莲花？咬莲花预防死亡啊，然后上背上一个诅咒啊。但是反正你现在没差了啊。对啊，你现在没有，你现在就要死啊。你诅咒免疫应该还好。哎、欸，对了，我还没吃跳舞草哎、欸。闪身小。Licky 先，我直接放莲花，要不然就继续补血嘛，也可以啊，果实也可以吃啊。嗯，因为卤蛋血蛮少的，我还是治愈。啊，对啊，卤蛋也蛮重要，因为他没那个。哇，这个真的很稳哦，这个人。没差没差，这个还好，这个绝对稳。我趁现在大家血多，我放一下，我喝一下那个。好。你先强化一下自己。还是你看有什么 buff 的先 buff。这个让大家全部消掉。哦呦，是有。还填满专注。干，爽。干。我插死你智障。管他了。他中断我。四川中断。Leggy， 你等一下要再补一次吗？我觉得你需要再补一次。我下一次，或者是你放自己反射之类的，你太危险。我可以放自己反射。那你先放反射好了，等一下再补。怕他上状态，他上物理护甲，还好还好，这样还好，这个还好，护甲最，反正我们打他也是要破防。对，打他也不痛。那我现在有没有队伍的动？你也有那个球可以用啊，你有看到吗？补专注的那个大球。看一下。就如果等一下大家专注用完或被吸掉的话，你也可以用。哪有专注是没啥球？我没有看到专注大球。哦、珍贵的珍珠是。你的第四格是什么？对啊，就第四格那个。O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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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我吃个跳的。你可以直接砍他了。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也好。上个 buff 也好。我要吃跳舞，我要吃那个跳舞。可以可以可以，先上 buff， 说不定我就可以无限中断。然后 Leggy 看你要不要上个反射给其他人之类的。好。要用专注哦。嗯，你专注尽量用。不过我之后应该都可以无限中断他了啦。可能可以，你现在可以中断他一次试试看。嗯。所以。对啊，无限中断他。好。但护甲还在，但护甲还在，我 就慢慢劈啊。我没有攻击的意义。那没有 Leggy 可以打、啊、，Leggy 可以用破魔方打，那你就加减差、啊。我可是我差他应该没有伤害吧？有啦，差对，就74。水啦水啦水啦，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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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屁股？哎、没关系，你只要等我专注用完的时候，你帮我补专注就好了。OK， 那我就继续中断它，然后那个就炸它就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就充电宝。CCS， 谢谢十三个月，谢谢。你用破魔法，所以我就破防炸它了。破防炸它，破防炸它。大家不用紧张，史上最美的充电宝终于姗姗来迟。
你什么都不用做好吗？真的，不是啊，我就帮你们充电。专辑没了是不是？靠我啦！哎、欸，那我这样减少，减少自己的存在感。哎、欸，又是我、啊！哎、欸，刚好可以，我可以打了，可以打。插他，有很痛，好不好？白痴哦，他降了，他降了，他降了。我看到他降了，我才用。那有个破魔防炸弹，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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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水呀！六太，你再中断他一次。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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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稳了吧！太稳了吧！干，直接亏了珍珠，充电了。你干嘛不直接插它？你充什么电呢？不行，我要充电。哎哎哎，无感无感，哎哎，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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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感无感。你吃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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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吃？耶！赢了。Victory！ 得得得！从地上很安全。完成，完成！你的攻击将成为传奇，传给后代一代又一代。耶！一代又一代。耶耶耶！耶！我们好棒！来嘞！是不是没事做了？其实，哇，五十多的那个可以出去换学问商店了，所以耶耶！我们好棒！好棒、yeah. 好棒、yeah. 好棒好棒哦 Jump Spot 哇哇哇全开了耶哇真的耶、欸、没有耶我少三我有少蛮多没开的啊我下面还没有我的位置都没有我位置少耶赞赞赞赞耶耶赞赞赞开心哇好强哦皇家剑哇皇家弓耶操你妈逼哇，皇家锤子好屌哦！哇真的，太黄啦！威赫，混沌之渊，暴雨、暴风雨著作，王冠。我有56点，我什么都可以换。卡须，我要先装备先别买满下面的 ，OK。我要买职业，职业买好。夜市。夜市哎、欸，夜市也蛮赞。诱惑池好像也蛮方便的。赌场，赌场感觉不太方便。青铜英雄，原始项目哎、欸，深度的治疗功能，所有冒险者都喜欢的东西。算了，都解了，反正迟早要解的。哦，真的。解解解解解。好了，我没了，我只剩11了。我下次再来解。好，我先关掉了。解夜市好了。好了，差不多了。好了，爽赚。不错不错，破了。好。好了，差不多，那我先挂了。我也挂了，拜拜。拜拜。拜拜拜。啊，好的。在我们周末前的深夜，把 Forking 的学徒难度最简单的难度，大家一起突破一次，还不错。这游戏其实蛮开心的，不过需要很多沟通，就跟以前的那种桌游一模一样，数位桌游、啊、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好不好？我们就过了，还不错，蛮好玩的。大家没有朋友，有没有朋友都可以自己玩玩看。那明天之后有空，我再把《玻璃不遇》打完吧。《玻璃不遇》打完就没事了。我其实有想要休息一阵子，就是不要再一直赶游戏。干，可是我手上游戏超多的，我什么都想打，击败。不管了，我先把《玻璃不遇》过完吧。好，观台，感谢各位建筑，看再见。